大家好，我是阿泰小助手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缓解头疼的中医穴位养生的小妙招，可以帮助您在日常生活中调节身体，促进健康。来跟我一起做起来吧。按摩太阳穴缓解头痛。位置：太阳穴位于眉梢与眼外角连线中点，向后约一横指的凹陷处。方法：用双手中指指腹顺时针或逆时针按揉太阳穴，每次3至5分钟，力度适中，以局部有酸胀感为佳，有助于缓解头痛、眼部疲劳。大家要注意了，在按摩穴位时应确保准确找到穴位，并保持适中的力度，避免过度用力或长时间按摩。同时，这些穴位养生方法并非适用于所有人群，如有身体不适或特殊疾病，请务必咨询专业医生或中医养生专家的建议。记得点赞关注哦，我们下期再见哦。